蔡辉啊。嗯了，没人呀。啊，这不是我的舅哥，护士小姐给单调做粪扫，你给捡回来做回甘哦。什么粪扫？拿来做纪念啦，千几块的一卡。无你嘛较有生意的，炒这啥西宫凉阿花，我叫兰呢。啊，这个罗比街啊。罗比。好。无啦，我跟你讲，无啦。大爷，你要创啥？当家，买当做药啊，寻求你。水哦，啊个奶超哦，啊个火腿，你是多少？你是多少？就，哎呦，放手啊！你哪滴看？放手，不要紧的，家己的嘞。哎，去困啦。啊，不是讲家己的，不要看。去讲你做错的代志。你敢会记的？当然会记的。我酒醉，我一定和你先走。无论咱两个谁先走，留落来迄个较艰苦。阿妹，好啦。我要做一丁哥。啊？你敢无买伊台北？啊，即摆少年拢流行台北咧拍拼咧。无啊，我都反正做一丁哥较趣味啊，哈。过会当家己斗相共。哦，日头颠倒变咧，佚佗囡仔要学人正经少。安怎？袂用啊？会用的。志宏啊，查甫人讲话爱算话哦，是你要做一丁哥的哦。对啊，我讲的啊。你学人正经少吼，莫穿遐怕啦。知啊。轻轻的摇啊的摇。生目睭发无牌哦，唔捌看过有人这么天气。就跟你讲，你甲阿伯就无缘呐，你就唔信。阮家想要做一丁哥。秋天照路啦！哦，
啊，那你就要笑啊！跟我起来，我找你来便宜。志宏，叫胡川。志宏啊！阿妹，我在家。你妹妹给，你答应我，你就一定够。你是卖讲话，我做你朋友嘛。骗啊！你家舅妈叫阿伯，叫一句较好听的。我唔敢，我唔敢。阿爸，我答应你，我会做一定的。
阿爸，你去去啊！阿爸，阿母，你听，你哪今麦才回来啦？阿爸嘞？我跟你讲哦，迪卡我今麦在烫，阿饭我嘛煮好啊。足乖的，小等下恁阿爸回来就会当吃。小等下去把这束衫换落来。是安怎？志宏，柯秋平去洗洗。李兄，你走去倒位去啊？面哪会乌到安尼啊？哈！阿爸咧，阿母，哪咧咱先食饭，阿公呾嘛再来再讲食。今次讲安怎讲？讲夜婆来处理啊。殡仪馆呢？王石甲红姨在联络啊，阿西讲伊嘛要找啊。阿爸呢？志龙，你稍等下，跟你小弟把这桌仔椅啊，搬搬去边去边啊。阿母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哎呦！啊，就叫你把这束衫换落来，你是听无是无？阿爸哩，是无多好啦。阿爸哩，是安怎无转来？阿爸，稍等下就转来。想怎啊？你去互警察官，想怎来得到殡仪馆？你搁有啥讲啊？啊，着叫你去换一束衫，你是安怎讲无啦？啊，谁改啊？李啊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啥物人去甲我讲好无？阿爸呢？志宏，恁阿爸跟咱去出西装，现在了哦。恁阿爸无去啊，金钟园的工寮火烧，恁阿爸烧去啊。
明白你阿姐的。阿爸无惊，清明派的阿姐娘。阿爸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清晨送金鸟去高雄，嘛让你创空，起码连阮老爸嘛让你害死。放火的代志早就已经查清楚啊，是阿草做，讲感觉一点关系都无。你跟我阿草跟你感觉一点关系都无？我讲的老金嘛，你就冤魂难解，所以我阿爸，刚刚清辉讲要甲你念香，好不？宝贝，阮阿爸唔肯。我今仔日要甲代志讲好清楚，细姐就是江秀莲，江秀莲就是细姐。但是宝贝，你准备干啥？退转去。我退转，三条溪水，我先洗都洗袂清，白白拢染泥甲乌去。手艺了，我要安怎处理？甚至要去钓，嘛恁家的代志啦。我叫手电筒来抢你的钱包！等，我无退了。你伫外口看，爱记啊，你永远拢是我的细只，我永远拢是你的大妹。